快乐！新的一年要做什么呢？花钱要买什么呢？花钱买福气。买福气，我们要来看看我们今年一整年的运气怎么样。没错，我相信我的这个强运。强运，强运。白痴。你有听过就是每一年都会有这个福袋吗？我知道啊，我要诚实，我从来没买过。我也没有买过，所以呢，我们今天买了四大超商的福袋。没错，我们借由这个拍片之名，经。真的很想买，但找不到理由买的之时，来看看四个超商的福袋里面都包含什么样的物品。当然，这个价值呢是差不多水平的，大概正负100块。没错，因为我们穷，所以我们只能买最便宜的包裹。对，因为一个500块的话，四个就2000块了。好，那我们话不多说，我们就把商品通通给摆出来吧。收手。我们这边呢，我们有看到就是有5个福袋，你知道为什么有5个福袋吗？那你得，因为呢，这个呢是 Seven Eleven 的，它是299，这个呢莱尔富的200元，这个呢是全家的也是200元，这两个呢都一样 ，OK 的，它是100块，所以2个等于200。そうですね。没错。リクリクですね。没有。你要先从哪一个超商开始？我觉得 Seven 大应该会比较起来，袋子比较漂亮，而且它比较贵。我们后面再开。那我们就先开这个一包100块，很怕卖不出去的福袋。我跟你讲，我为了要买这个福袋，我昨天半夜跑到南投去，来回1个小时，我跑了4间 OK， 就为了买这两包，才有今天这部影片。所以它的策略对了，售价100块。交得比较快。那我跟你说，我们 OK 的商品呢，它的抽奖的内容就是在后面这边，给大家看一下。简单来讲呢，就是最大奖的就是这个价值36万的钻石项链。我比较想要第二奖，因为它第二奖是完美的按摩沙发。我需要按摩沙发。3奖不用，我有电池了。4奖不需要除湿机。5奖加油机。6奖2000块礼券。7奖水壶。就最实用的就是这个前3名跟第6名。最实用的当然是按摩沙发。你在说什么？按摩沙发。尼克拉钻戒可以换钱呢。沙发。36万呢。还要卖太麻烦。沙发。好吧。能不能摊？我们中个2奖、4奖、3奖、1奖。好，我跟你说，这里面呢就会有一张刮刮卡，打开就知道你中了什么，马上就知道了。这么刺激啊！所以我们准备好了吗？好，那一人一包。偷偷跟你说，店员我买的时候，他跟我说这个有4个规格，就是 A B C D。这一包跟这一包是 B 跟 D， 啊，4个的东西不一样。我跟你讲，全家好像更糟，它好像到 F Y H。那我们就开始吧，看一下里面的内容物有什么。有点重量了，哇，空气饼。干乘一，空气饼干乘2，买空气送饼干。哎，这个可以，这个蛮实用的。哎，这很贵，洗衣香香豆，这要39块。啊，面面哦，肥宅快乐水哦，实用可乐，实用。拿什么？巧克力奶茶，15元。好，最重要的刮刮卡。好，110，只是不知道你喜不喜欢吃。这个还好，这个不要，这个不要，这个还好。好，3张分完了。第二包，饼干乘一。哇，这个我喜欢。你大包还没吃完，饼干乘2。哎，这个比较好哎，这个饼干我比较喜欢。脆面乘一，饮料无心意一样的，香氛豆不同口味。最后一样是这个最重要的按摩仪，刮刮卡。不，它是按摩仪。哦，对，它是按摩仪。那我们今天这两包200元的价值就是长这样。那我们呢，现在准备开始开刮刮卡。我们会中不会中，就是现在这时刻。那我要拿出我的招财符。赌神拉斯维加斯的筹码吗？对，好，我们拿出我们太平洋飞回来的筹码。我的是六扣，我的是几扣？开刮，开刮哦，折价券50元，一起来我就看到了哦，12甲，现金折价10块折5块，哦，好难过，我的按摩仪还是得自己买，没事，他一定是想要给我更好的东西，结果就是100块折10块，非常棒。请厂铺，谢谢。来呀，我们就来开莱尔富。莱尔富的呢，它的大奖也在后面。最大奖呢是这个 Home 打的一台 HRV。第二奖是这个100台 iPhone 14。第二把。那我们一样不要贪心，我们拿 iPhone。手机，真的，它是要登录，它有2个，登录的是抽汽车，剩下的全部只要一刮开就知道有没有中。但是我跟你说，我听说了，莱尔富呢，它有3种规格，一个是200元的福袋，就是这个，另外一个是200元的发财卡，还有另外一个是799元的3C 福袋。但是我去的时候什么都没看到，就只有这个。好，开始，有够难吃啊！我的谁干嘞？哦，照惯例。空气饼干一包，希望我们的设备都可以乖乖。那空气饼干第二包就变小了哦，但是呢有这个坚果，这个坚果不便宜。还有这个阿奇最爱的 Elvis， 然后这个
最近一直在销售的能量锁、欸、沐浴乳，这个可以当这是旅行组，然后还有一个各式各样的折价卷，哎、欸、不错哎、欸，嗯，好，有汉堡王的折价卷，我最喜欢吃汉堡王，三三巧福跟这个千叶火锅的折价卷，最喜欢三三巧福，没错，然后还有最重要的虾皮商城折价卷 ，really good， 满499可以折25元，好，没什么屁用，还要499再折，没有比较多，就这个商品的价值来讲 ，OK 完胜，为什么 ？OK 100块也是这样啊，这200块，啊就这一罐可能比较贵，好来 ，iPhone 14 我的换手机。哦，也是卡啡杯。句号抽汽车，那、啊、这是什么？这个是爱。会员游戏奖。iPhone 变咖啡啊啦！这差距太大了吧？我用咖啡把 iPhone 喝掉了。好，来来收。按定。好，下一件，全家的听说有这个200元。399、499、599、699跟999，最大奖呢就是300万，扣税之后你可以领到300万，金额300。对，还有两个大奖是 A180 AMG 宾士两台，其他的奖都不重要。哇，沙霸，沙霸班啊！空气饼干一包，浪味仙 and 空气饼干一包。哎、欸，这个是日本的，没吃过的。家里爱夹菜哦。哎、欸，还有泡面呢。小朋友喜欢的葡萄干，小朋友 like 的彩虹糖，小朋友 like 的七七乳加巧克力。全家都好像东西比较多哎。小朋友 like 的快乐河马。我个人喜欢的冰镇红茶，最重要的来了，它有一个商品兑换卷，你可以自己刮到多少价值，然后就可以换到多少钱，然后这个应该就是300万。看一下这是什么，哎，打开就有了，美式咖啡，恭喜你又获得了一个喝咖啡的机会，这个呢大概20，220，重点来了，来了，300万，300万，399开运享餐，300万是要抽奖序号登录啦。哦，那虾皮的是什么？消费满110，我们没有新用户，可以现折100。我已经买到白金虾了，我用小飞的账号去买。来了，收走，记得要去登录哦，300万在里面啊。最后一圈，大奖还没有开，还是有机会的。如果我们中了大奖，你就会看到我跟大家说，我们买房子啦。好，阿斯顿，超商界的龙头 ，7-Eleven， 没错，价钱也是里面最多的，299。Seven 的福袋呢是有299、499的、999、1299跟1699，299的跟499，它外面包装就袋子，所以你可以直接看到品项是什么，你可以直接挑，它这个袋子就价值599，它是可以延伸的，你如果很会装，你可以装到这么高。感呢就是帆布袋，还不错啦，这个袋子我喜欢，去买东西的时候就很好用。好，那我要开了。照惯例，先来个空气饼干一包，空气饼干两包，咸酥饼跟乖乖到底多常出现在福袋里啊？它不一样，它是有联名的哦。这边的欧本小酱，小饼干，湿纸巾，不用，气泡水，气泡红茶，还有两瓶哎，乖乖人家100。正版 Hello Kitty 红包袋有雷标，抽奖券居然这么长。哇、wow ！各式各样 ，Seven 旗下所有品牌的折价券跟买一送一券，但是要吃汉堡王还是摩斯汉堡都有，甚至还有 Uber 这边呢，就全部的品项的通通。没错，这个茶可以，我最喜欢喝茶。哦，有铃木赛道买一送一券哎、欸，我们可以去玩呢、欸。哎、欸，很实用哎、欸，买 Seven 是对的，因为连我的隐形眼镜都有哎、欸，我只用这个哎、欸，太刚好了吧？那我们来讲一下这个价值。这边至少可以让我省300块，所以这样子总共价值应该有个1000块。有 ，Seven 很有诚意。重点是它的最大奖是什么，你知道吗？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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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玛莎拉蒂修旅车。是我喜欢的，对，很帅很霸气，然后高高的那一台。对，比300万还要多。废话，玛莎拉蒂呢？396万，第二奖铂金包，价值86万。拿到回来我就不卖，我就开玛莎拉蒂。去上班，你要买是玛莎拉蒂，要买就铂金包，没有两个，我们就买一个包裹。我要玛莎拉蒂。好，第三奖是机车，头都卖。好，我们已经把我们四大超商所有的商品都陈列出来了，这样大概是900块。最喜欢的是哪一间？我喜欢 Seven， 我也喜欢 Seven， 它的奖最大。而且我听说，因为我们买的是299的，它只能抽一次，可能上面高点它可以抽个两次。就我觉得啊，这个福袋是让你价值是满意的啦，不然它不会
每一年去买这很难买哎。对，我们用900块呢获得了现金300万，还有玛莎拉蒂一台，还有一台 CHRV。不止我们自己有车，爸爸妈妈也可以换车。不要，来自自己开好了。以上呢就是我们这次四大超商的新年福袋。那看完呢，如果你想要买的话呢，搞不好它有第二批。哦，有第二批，我讲一下。听说啦，过年还有一批福袋，全家的店员跟我说的，过年福袋。我相信呢，全家有，那代表应该四大超商都会再赚一波，好不好？你们就参考看看，如果想要买福袋，然后一直没有买下手的呢，也可以写我们，就是买个便宜的福袋，就是感受一下。好，那喜欢我们的影片呢，记得按赞、订阅、分享，还有追踪我们的 IG， 开启小铃铛。那我们就下支影片见，新年快乐，拜拜。干嘛是要掉停哪？要租多租一个停车位。开玛莎拉蒂去会不会被老板酸啊？开玛莎拉蒂的上班这么小，怎么办？你在拍啊？